第四个叫演讲者的眼神，大家认为眼神重要吗？重要，眼神很重要，要敢于用眼神与听众进行交流。各位在看的时候眼神控场，眼神怎么去控场？要敢于用你的眼睛和客户眼睛去交流。各位，我们在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是看一个人的哪个地方？眼睛。谁告诉你的？看眉心，不能看眼睛，知道吗？看这个位置，看这个位置。假如两个男的跟你讲连续看到五分钟要打架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连续看到五分钟要放电，所以不能看眼睛，要看哪里？看眉心。各位看眉心，所以你的眼睛在看的时候，大家要听好，你的眼睛在看的时候干什么呢？要定到某一个地方去看，要定到这里去看，你不要千万不要看好，好不好看？这叫垂眉属眼，属目寸光，所有贬义词都在你身上发生。就是看哪个地方，要在这个地方要停上两秒钟。假如说你在讲的时候你的眼神都不够坚定，客户知道，客户的心当中会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会大大打折扣，所以眼神很重要。讲课各位坚定自信充满阳光，所以眼神要练好。下面停，所有的伙伴面向这个地方，找到一个点，找到一个点，任意一个点都可以去练，练坚定的眼神。好，很好。我发现很多人练眼神，他啪把这个表情都搞没了。表情和眼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表情该怎么做怎么做，眼神不要动，听明白吗？严老师，你这个眼神一练起来，你的表情笑肌怎么又没了？刚才笑肌很好，听明白？眼神和表情要重复去使用，不要有的人注视住眼神忘记什么表情，注意住表情忘记了眼神。正好像好多人在批判的时候记住了句子，忘记了手势，拿起了手势忘记了句子。各位，为什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让每个人都要练得这么细的原因，就是我们要练基本功，找点，不要看我，看前面的点。对，看前面的点，面带表情，对，面带表情，眼神要坚定。控制自己的眼神的力量主要来自内心，当然眼神也是完全可以去练习的。练眼神的方法十分简单，步骤如下：在你的前方找出一个点，该点的距离最好在1米以外，最好在1米以外。同时盯住该点看，关键之处是看这个点子，你不能去眨眼睛，不能去眨眼睛。每天抽一些时间重复练习，这是你能自主的完成5分钟不眨眼睛的训练任务。5分钟不眨眼睛训练任务。好，当你达到这个境界时，接下来就可以在不眨眼睛盯看的同时，有意识的在你的眼神中注入高兴、兴奋、欣赏、认同、智慧、思想、亲和、大气、战斗等内涵，这是你随时都能用准确的眼神表现它的位置。眼神，每个眼神表现都不一样，智慧的、大爱的、兴奋的、脑洞的、严肃的，都能把它体现的淋漓尽致。通过你的眼神，各位，好，四
视野与眼神，注视时间，视野的点、线、面 S 型控场法。我们在控场的时候，眼神也是一种控场。什么是叫 S 型控场法？当站到台上的时候，听好啊，明天我们再去训练的时候，当你上台的时候，把眼神在一块把它加上去，不是看到某一个点，而是什么？要看到全场。看到全场不是看到全场的每一个人，而是要用一种 S 型，你就从这里开始到这边，然后过来。其实这是 S 型控场的方法。来，谁愿意上来感受一下 S 型控场法？好，来上来，先看一下，先找准。咱们这个场啊，找准三个点就够了，因为这属于小场，三个点，先找好。当你站到台上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先找好几个点，听明白吗？先找好几个点，就是你用 S 型控场法看一遍了以后，至少80%的伙伴都认为老师的眼神在注视着我，其实你是没有的，你只是用一个 S 型的控场法把全场扫射一遍，找到三个点就够了。各位要找三个点，今天咱们这个场的面积不大，假如说是200个人，我们就要找5个点，就是每一堂课这5个点至少要接触5到8次，写下来，一堂课1个半小时，至少这5个点要接触5到8次，眼神移动与内涵，就是大家以后在讲课的时候记住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神，这么小的场3个点，再大的200个人的场5个点就够了，千万不要高出5个点，你说找12个点，你一场下来你的眼神都是在游离，听明白吗？3个点就能把眼神定下来，5个点200个人5个点也能把它定下来，假如200个人你达到10个点，整个眼神看上去是很非常的游离，就飘移不定，飘移不定就给客户听众有一种感觉，内心不够强大和自信。各位练眼神，练时间，想看多久就要看多久，练视野，想看哪里就能看哪里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，想看哪里就看哪里，练内涵，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什么，想表达什么就能去表达什么。